先让妈妈上来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把告白之门打开。是谁没有用？是谁谁没有用？妈妈真的好没用，没有保护好你，你让你受这么大的委屈，儿子，你生着这么重的病啊，你到底怎么活过来的了？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。儿子啊，儿子啊，没有了，是妈妈没用了，没有保护好你了。我是世界上最不孝的儿子。知道吗？你说是你家人的儿子，妈妈知道。你一次又一次的，我这么的不争气，真的不值得你为我，为了我这样子，我不配，我不配。你看，有姐姐，有你，妈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了，你知道不？你知道不？你们两姐也是上天只要送给我最好最好的礼物，你知道不？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了。妈。